郑重的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怀着一些有些特别的心情。那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今年的6月15号是申雪、赵宏博在冰上正式牵手20周年的日子，所以接下来这个表演将是他们20周年的纪念表演，同时也是他们的封刀之作。在今年的冰上雅姿之后呢，他们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花样滑冰的新秀培养当中，将开始正式执教国青队的小朋友们。所以稍后我们将看到的我们的20年是集结了他们之前的4首经典代表作，沉思、我的路、阿尔比诺尼和图兰朵，让我们怀着深情和爱共同随着他们一起来重温我们的20年。我们在一起滑冰快20年了，从事业的伙伴变成生活的伙伴，和自己最爱的人去从事自己最爱的事业，我觉得这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幸福。作为奥运抗力的封刀之作，申雪、赵宏博将这20年来的经典之作汇集到这个表演中，送给歌迷，也送给他们自己这个完美的谢幕。
精彩的演绎，相信大家都被这动人的瞬间打动了。而我们的演出呢，也进入了尾声，让我们再次用掌声请出所有的花滑巨星们。